宋真心里在想：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都说的好好的，怎么还不来呀、啊？就下来又问韩维，说他是不是针对我呀、啊？你问问他，他那儿子叫什么来着？王庞，跟他爸爸说没说？我的内心世界呀、啊，是不是？你要说了的话，怎么还这样不带的？韩维对王安石是真是太了解了，说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啊。 我跟您说过，他的进退得失，他心里是早就有原则的人。这种人是很难轻易撼动他的，他心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什么意思呢？他说：“您看他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胡乱来的，都是有原则的。他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自己身体又不好，已经很久没有在朝廷做官了。他本身是有能力的一个人，有道德的一个人。” 您之前对他也很器重，现在您突然给他个这么大的一个官，他嘣一下跳起来，马上就双手给你接了过来。无论在观感上，还是在他内心上都不好看。王安石不是一个贪官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忠臣，特别是对于他这样有原则的人、不贪图眼前利的人来讲，你给他这一个巨大的责任，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他的接受方式跟其他人就不一样。 他不会一下一跃跃起来跳起来就接受这官，而会怎么样呢？而会谢绝，以此来表明他对于官的态度。这并不表明他对这个事儿是拒绝的，他拒绝的是这个官，这是有重大区别的。所以这种做法在你看来就很奇怪，不了解王安石的人就很奇怪，但对我这个了解王安石的人来讲，一点都不奇怪。这正是这位老大的做派。 如果王安石贸然接受了您的这个邀请，做了这个大官，那反而在他自己看来就是对这件事情很不重视、不够严谨、不够严肃。这韩维啊，就给宋神宗就讲，说你就没想想，像王安石这样胸有大志、意志坚定、个性坚强、做事有原则、道德又高尚、文学才情又高的人，他肯定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 你刚刚继位，求贤若渴，以这么低的姿态去邀请他，他怎么能不来呢？可是这样的人，他有个特点，你得三顾茅庐啊，你得老去请他，你才能显示你的诚意，对不对？其实这话呀，虽然是从韩维的嘴里说出来的，也未尝不是王安石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是不是？所以就是说。 对王安石来讲，他也有一个选择君王的问题。哦，你你叫我来我就来，我不知道你这回让我就去干什么，是不是侍卫素餐我都不知道。对于宋神宗来讲，他当然希望王安石来，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个什么呢？沟通和信任的问题。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宋神宗和王安石经历过这样微妙的关系调整。 终于相互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想法。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十分高大。治平四年，即公元一零六七年九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召其进京受命。那么，四十七岁的王安石将会如何对待这次任命呢？王安石给皇上写了一道写了一道谢表。 一个推辞的字儿都没有，这次根本不再推辞，直接上一道谢表，这是常规。这谢表写的是什么呢？说呀，我听说大臣侍奉皇上最怕的就是侍卫素餐，光吃饭不干活皇上任命大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偏听偏信，听不进去忠言，因为忠言逆耳。所以历来有德有情的人要想做好官、做大官很不容易。翰林学士这一官太重要了。 他是什么呢？负责给皇帝起草诏,诏书，是皇上的私人的政治顾问，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最核心的决策。所以要做这样的官，必须了解历史、熟悉国情、文学卓越，而且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不才某没有这些才能，居然也被您任命做这官我很惭愧啊。那话说的多好啊，其实就是说这些素质我都有。 只不过你,你、们家那原来那，你爸、你爷爷啊，他们都不知道我有这才华，竟让我做那弼马温的官了。最后一句话是：其实本来真不够格，我就不该接受。可是，一想到当今圣上英明神武、虚怀若谷，我就决心把我的一生全献给祖国、献给朝廷、献给当今圣上。你看，像王安石这样的人。 他谦虚起来都跟骄傲一样，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问题在哪儿？就是核心是这回他信任了宋神宗，因为宋神宗给他这位置太重要了，翰林学士。我们讲了这么多集的王安石，讲到今天为止是王安石第一次面对着皇帝讲出了藏在自己心底很多年的真话。皇上，我真的有才华。 我真的想干大事儿，就跟亚里士多德说的一样，给我一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翘起来。王安石说：“你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就能让把现在这么虚弱的、这么贫穷的、这么不经打的一个北宋王朝，恢复到他创立之时的那个富强的、非常强大的北宋王朝。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告诉你，我不但把地球能翘起来，我太阳系我都能给你翘起来。” 大家说至于吗？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很严重。翰林学士这个官职非常重要啊。翰林学士这个官职始于唐朝，但是发展在宋朝。在唐朝时候，他还没有品级的；到了宋朝，他是三品大员。什么概念？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起草诏书本来这个职责，起草诏书就是我们现在起草中央文件了。起草诏书的他的本来职责在哪儿？在中书省。 啊，中书省的宰相嘛，中书省底下呢，宰相底下管了一些人叫中书舍们负责起草。但是后来到唐朝的时候，皇帝设置了翰林学士，这些翰林学士分掉了中书舍人的起草权，他们也起草诏,诏书。说白了，不是分中书舍人的权，是分谁的权呀、啊？分宰相的权。皇帝要分宰相的权，认为宰相的权太集中了。这样一来，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翰林学士。 他们代表皇帝以国家的名义起草诏书，中书舍人。他们代表宰相以政府的名义起草诏书。你说这是一个级别的吗？当然不是。翰林学士起草什么诏书啊？国家总动员令、大赦令、立太子的诏书、立皇后的诏书、任免宰相的诏书。这么说吧。 所有有关国家的最重大、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剩下的中书舍人起草。用的印信和纸张都不一样。在唐朝，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相，就是皇宫里的宰相，他有别于那个中书省的宰相，这就说明他地位非常重要。在唐朝和宋朝，一个人只要做了翰林学士， 那么他就离宰相远了。你想，宋神宗二十岁，他在给王安石铺路啊。他先给他做一个江宁知府级别提上来了，是吧？有地方大员的这个行政经历，这很重要。他原来只是做些知州什么的小官儿，是不是？现在让你做直辖市市长，再进一步让你做翰林学士，他三品要搁我们现在，怎么也是国务员一级的了。 对他寄予极大的期待，王安石心情也很愉快，是不是？这次去京城，朋友说：“嘿，这下你行啊，你可就赶上西汉的贾谊了。”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说：“我哪敢做贾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说：“俯仰谬恩方自歉，残君将比洛阳人、啊。”呐，啊，你把我比作贾谊，你高看我。 我哪能比得上贾谊呢？贾谊是西汉初期文帝时期的著名的政治家，给西汉王朝治理、作业制定规章制度，而且提出了削弱诸侯王的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的举措。说我呢能做的跟贾谊差不多就差不多啦，是不是？我就我不是贾谊，但是呢，我努力做的跟他一样好。哎，他又谦虚了一下，不过听着总不像谦虚，老像是在骄傲。宋神宗啊。 这回是折老本了。他不但这么快的速度任命了翰林学士，而且他太想见王安石了。王安石第二年的四月份到达京城，他就立刻月次召见。什么叫月次召见？古代的时候，君王召见臣下那是要排队的，这不用排队，直接加塞说谁递的条子，皇上自己递的条子，马上月次就是见到他。 见到他之后，我们想想，费这么大的劲，是不是？那得说多少贴心的话呀！到底他说了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王安石拜见宋神宗之后，写了一份题为《本朝百年无事札志的奏章。他本来应该痛陈前朝弊端，为变法营造舆论，但在这份奏章里，王安石却对宋仁宗大唱赞歌。 这样的奏章会让宋神宗满意吗？他又何以成为北宋百年第一闸的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七集，《北宋百年》第。